大家介绍一下 Hello Kitty 的球拍。Hello Kitty 呢是胜利出的牌子，看一下这底盖竟然是透明的，然后它长得很可爱，粉红色跟蓝色，然后它上面写 Hello Kitty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？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打起来有什么感觉。其实它是算是蛮中高阶的牌子，它不是一支初阶的牌，对吧？要问一下主人这样。Okay.